兄弟们，我最近刚认识一个大老板，说要跟我学球，那个学费给的呀。今天第一次喊我来，咱们去看一看啊，走。哎，你好，胡总。哎，胡总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胡总，咱是现在打还是你歇会儿，一会儿再打？现在给他上课，然后你要打的话，要不等我上完课一下。嗯，你们在上课？对。叔，你今天喊我来，不是我来当教练吗？怎么还有一位教练呢？我身边也不缺高水平的教练。哦。这小伙子水平也很高，我很纠结，不知道该给谁练。哦，这样啊。那行吧，叔，那个，要不你找到教练，要不你们先练吧，好吧？那个我就先走了，啊、下次下再见吧。哎，别走别走，小黄啊，你们两个要不打一局？我就喜欢看你们高水平的比赛，谁赢了我跟谁双倍的学费。哎，那行啊，那我们赶紧开始吧，兄弟。要不我先走吧。没事，我等你打完我再教他，一样的，时间很快。那行，那要不然就打完，好吧？打一局呗。好。你们谁先发球？打水平。那我先发了啊！微笑，看看今朝。